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今天给你看看我的鸡蝴蝶兰吧。去年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有做过鸡蝴蝶兰的视频，因为鸡蝴蝶兰呢，它的花期呢是夏季这个时候。那去年的时候呢，有这两种，这个呢是 Equestris Cerulea， 这个呢就是普通的 Equestris。那今年呢，我又增加了两个品种。这个三纯的，它的花呢超级小，非常小，不过呢模样很可爱。另外呢，这株呢叫做 B100， 现在没有花。那我今年呢有四种鸡蝴蝶兰了，还是之前的鸡蝴蝶兰呢开的相对呢好一些。今年这株最早有的桃红蝴蝶兰呢有两个花梗，我呢就把它盘起来了，因为它的花梗呢通常呢非常的长。那盘起来呢就是现在的样子。鸡蝴蝶兰的单花呢花期并不长，只有三周左右，所以的话呢它一边开一边掉，这个呢已经掉了几朵花。那下面呢还陆续呢有花苞长出来，这个梗呢同样有的时候呢花呢就很多，有很多侧枝，那今年呢没有。这株 Cerulea 浅蓝色的花呢是这几株里面呢最大的，花苞呢也大一些，花相对呢少一些，今年呢只有一杆花，另外一杆呢在这里有长了一个顶芽，这顶芽呢很可爱，不过现在呢还非常的小，它一边长顶芽一边开花，所以的话呢花量呢相对少一些，不过这个蓝色的呢本身的花呢也小一些，花量呢也少一些，但是它的花朵本身呢比较大。这个呢其次，那花朵非常非常小的呢就是这个三纯的，太小了，非常小，就这么一点大。这株呢是新的，几个月前呢，大概是三个月前吧才到我手上，因为是裸根来的，所以的话呢花呢开的也不是很多，而且呢一边开一边掉，现在呢就剩下顶上的这一点点花了，它一只呢分成两只，这边呢也还剩一点点。其实它的根呢不是很好，我呢应该是把花梗剪掉让它长根，但是呢没有关系，让它慢慢来吧。眼下呢已经开始长一点根了。另外呢这株 B100 Phalaenopsis Equestris B100 这株呢也是团购来的，应该也是在三个月前吧，三四个月了，现在呢开始长根，因为团购来的裸根苗呢根都非常不好，你看现在的根尖呢绿色的都是新长的，它的叶子呢也开始长了，当时来的时候呢是有花梗的，但是呢我剪掉了。眼下新长的这片叶子呢是所有的这几片叶子里面呢最大的，说明呢它长得还不错。在原生蝴蝶兰里面呢，鸡蝴蝶兰呢应该说是基本上应该是最容易照看、最容易打理、最常见也最容易开花的一类了。我之前的两颗呢都长过顶芽，这株蓝色的呢这已经是第二个顶芽了，而且顶芽呢特别可爱，所以开完花以后呢这个杆子呢不要剪掉，它很有可能呢会长一个顶芽出来。
鸡蝴蝶兰的照看方法呢非常容易，室温浇水呢见干见湿，光照呢可以适当的比绝大多数的蝴蝶兰，就是说普通蝴蝶兰呢略高一些，它呢可能会长得更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假如对原生的蝴蝶兰有兴趣呢，鸡蝴蝶兰应该呢可以说是首选。谢谢。